人口越嚟越多，嘢食一定系唔够噶啦。如果食虫嘅话咧，又有营养又易养，可能系一条出路嚟噶。咁我哋就准备咗三样人类未来嘅食物嘅，睇下大家有冇胆挑战一下。我试下啦，好快五分钟，唔系你谂咁样嘅，系啲未来嘅食物嚟嘅，人类未来嘅食物咯。咁咧，我介绍第一种咧，就系好正常个样，用虫整成嘅 protein bar 嚟嘅。得噶。水果嚟啊！唔觉食紧虫啊！好似嗰啲朱古力饼咯，朱古力饼系啊，好好食啊！系用虫整出嚟噶，哦 no， 系用虫整炸的。哇！假啦，系啲面包虫啊，柴虫。哇！我好惊啊！系咪真系？3, 2, 1似菇咯，似菇类，有啲似松饼，嗰啲麦当劳嘅嗰啲 fry， 好好食啊！你觉得好食啊？系啊，咁我哋试下第三个挑战，系oh Jesus， oh no， 乜皮虫啊？真係冇曬糧食，科學家點都倡議要食蟲，你自己覺得接唔接受到你蟲咧？我飲水夠濃，即係叫你野外求生先食啦。十年後，可能呢啲菜啊、肉啊好貴啊，我會食呢啲㗎。